那你怎么看大巨蛋案传出中央再度审查被卡关啊？那你怎么看内政部还要北市不要为了剪彩放水，甚至陈时中今天还开了解方记者会，但好像都是比较旧的东西。大巨蛋是这样的哦，我也不想多讲了啦哦，要看民进党的良心嘛哦，我已经讲了，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嘛，这种嘴脸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